壁迄台车，敢若一直咧缀咱呢。迄应该就是丁会馆派来狗仔。哪有啦？你哪咧想？因为迄台车哦，恁两个加靠近前哦，就一直缀咱，嘛毋知影有啥物气度。我也是找一个人哦，甲处理一下，较保险。哎，你想想这啊啦，啊万一了出无必要的麻烦，害咱的代志变空，安尼是变安怎？我是不要紧啊，啊万一去影响到你，安尼就唔好啊。啊，不过咱的代志已经有超越知影，我想呢，较细腻啦。我知影，你是为着要保护我。啊，不过我跟你做伙，是因为我喜欢你。我也不是要讨什么名分，还是什么的。所以你跟我做伙的时阵哦，你得放较轻松的，较自在，把遐烦人的代志拢放一边，好好享受咱两个人的世界。听你安尼讲哦，我真正足感动的。你哦，真值得我的爱。我嘛是啊，才会当甲你做伙，就算讲爱我甲全世界人做敌人，我嘛愿意。啥代志？你唔免管我是啥，丁会馆付你偌济钱，我付你双倍，也唔过你爱听我的话。三倍，我爱三倍。王经理，今日你心存应该唔正款。我就下动手给你拍清楚。你管，那有什么人会传警讯给我？妈，你是安怎呀？秀兰，你进来看，这张相片是不是中林？是万新敏呢，狗仔哪会把这相片传？总裁妈不是传给我啦？哦，系啊，这应该是对外放送的，竟然是让总裁妈看到。哇，这些鬼拢乱去啊！阿伯讲，伊会把万新敏册给你，结果伊是在骗我。你乖乖，这到底是安怎？你阿公，你看。想做嘛是秘密的，在中年车顶，你像一个对中年个遐尔亲密，你看，无啦，这不是阮秘密啦，好我知啦，啊，这个吼就是顶抓迄个模特儿啊，那总裁一定是偷偷搁在甲伊约会，好翕到啊啦，丁委员，你搁咧讲白菜，迄相片内底个查某，甲阮秘密足相共个呢？顶边拍到的是卡车片哦，即摆是侧面规个侧面呢，你讲你讲袂错咯？张玉官，你甲我讲，你是不是咧暗砍啊？实际上，你就是甲万新民杀去，让阮丈人，你有怪伊乱来对无？你甲我讲，你讲啊，你讲啊！做什么？你冷静，你听我讲啊！你讲袂错。你拍袂开，我都已经感觉怪怪啊。中年大病的那段时间，只要若万性命在中年的房间内，你就站在门口在看风头。我现在已经想清楚了，原来你自头到尾就是在欺骗我，你才要狠心做。丁慧娟，你自己做人小三还不够，
你顾到阮心命，去破坏别人的家庭，你唔该有报应哦、喔？嗯，唔是啦，迄唔是阮心命啊！心命要感谢恁对伊的疼惜，要看家都袂好，哪有可能做出一款蒙蔽的代志啦？啊，因为真正甲郑彩欢做，莫讲恁要拍伊，我绝对头一个甲伊卡过讲断啦！啊对啊，阿妈，你是莫烦恼啊，相片无一定是真的啊，无底卡是有人偷过伊要造假，哪会有人哦无代无志传恁相片？对啦，阿妈，我嘛感觉足奇怪呢，我也无去找征信社啊，是啥物人要关中中人哈、啊？而且哦，搁传遐相片要互你看。夫人，敢若真正无介生气呢？感觉伊阿母的感情这么薄。我不管相片相翕的，那相片就是中人，伊就是化作符我都拢会记得的，我知道就是伊。中人在我的背后黑白来，你死我了！你死我再活的呀！这个对不起，你做什么？做什么？这两个做什么？弟兄们在一起嘛？我无啦，我是不是？是啦，无啦。你若是敢做出这款袂见得的代志吼，我就抓，就抓你人先想清楚啊！莫讲我想当，我若无提供面，若当作是真的，你就真吃力啦。我无，所以我敢就抓。卡斯吼，我若是有骗你，我若死不转世，我出去丢车笼。阿妈呀，先去洗身躯啊，你较舒适啊。我拄仔看过，伊讲出大个啊，啊，洗身躯拄仔好。哎呦，好啦好啦，来来，我先替你弄啥。哎呦，好完了，啊，妹子，真衰啦。我先来烫衫啦。好啊，来来。不知道什么会做出这款代志啊！我什么都不知啊！啊！小查哦，对不起，是安怎要这么下贱？是安怎要做出这么不吉祥、这么下死下贱的代志出来？你来这么下贱，我叫你弄脚，你别跟人拼！我，无话通讲啊！拄只酒醉的时阵，遐个话你拢敢讲啊呢？啊，我阿妈甲你爸过尔，你就惊？哎，做啥物？你袂用因为我到头家，你就拍白到出轨啊？哎呦，我真正唔知啥物做出这款代志啦！我嘛是真嘛说怎样啊？我若早知伊这么无自爱，莫讲你要拍伊哦，我嘛绝对会甲架死，甲叫唔架啦！多好，面孔解锁，来看麦哈。丁小姐，我用教练意思去摄到江聪阿哥万新明的相片啦。等下就传去你的手机内底，麻烦你收起来。阿哥尾款的部分，就麻烦你赶紧好运啦。哇！你会叫人去偷袭阮爸，还有万新民，那代表讲你早就知影两人关系吼。草月，你这垃圾查某啊你啊哈！哦，
原来你就是替万新米，啊，搁有中年伫咧开搞啊，搁叫古仔去翕相，无你啥物意思啊？你即马是要勒索中年，啊，搁要仙人跳唔？哦，恁两个人为着钱，竟然叫万新米要去你中年面前顶，即个介绍的你也做会出来？哎，无啦无啦，我嘛唔知迄时阵传的，我是叫我喊害啦。你还搁敢讲？我才是叫你喊害的人啦、啊，尤其是阮妈。莫怪哦，你安尼用尽心机对阮妈婆婆塌塌，就是要甲伊骗甲你弄死。哎、欸，阮妈这么用心对待恁的，你竟然安尼欺负伊哦，真正是袂堪的气。我你给我起来！你去哪位？妈，我要来去找中林，我要来去问中林，伊是按怎样要安尼先对待我？我今麦就要来去找中林，我若无今麦就看到。我唔相信伊会对我做出迄款代志，我要来去。我拄仔看电视看到，六零号房。妈，你是莫这么激动，我陪你做伙去，吼，身体较要紧啊。对啦，你赶紧起，我伫只高铁妈妈站，卡便去通风报信。来来来，啊，我陪你咯。哎，你是欲去倒位？莫想欲通风报信哦，哈。无啦，我是为了正常妈的身体袂卡的啦。是欲烦恼啥？好，阮妈佮阮阿妈看到阮爸佮阮新咪做伙洗身躯，啊，因去甲死死昏昏去，证明阮爸佮阮新咪有阿妈的事实，唔就是你佮阮新咪想要看到的结果。我为伊付出一世人，伊哪会安尼生来对待我？那是佮伊。我叫我去死，我嘛无话讲。但是我要爱亲嘴甲我讲，可以讲我要挃个泰国查某嘛袂挃我。哎呦妈，你是咧讲啥啦？你是中年妈妈呢？迄份量奈当到外口查某相比咧？查某人哦，满街啊路拢是，啊，不过老母干那一个尔。我嘛唔是伊的妈妈，我只是一个戆查某。我是讲查某。哎呦，你是咧胡白讲啥啦？什么你唔是中年的妈妈？对啦，伊唔是你亲生的啦。啊，不过伊嘛是你才养大汉的呢。啊，人唔是咧讲，生的恰一边，养的较大天啊。你第一的心目中哦，绝对是第一位。你莫胡白想，吼。秀兰，是的，你为了中年，受这么啊多年。一句怨言都拢无，我早若知影讲，伊会捡外边的查某来交去，当初是我应该叫伊好好来对待你，拢是我唔好，我家己酒馆，嘛害你浪费你的青春。我即马后悔拢袂赴。妈，你哪会讲安尼啦？啊，中年的乌白来，哪会当怪你？迄是家己袂晓想呢。反正即马哦，咱就是先去教新迄个万新敏，然后佫叫伊母仔囝永远离开中年的身躯边，安尼毋就好啊？对啦，阿妈，啊，代志拄着啊，就好好处理就好啊，莫互家己遮尔艰苦啊！哈。嘿啊，你若是佫遮尔激动。我就袂让你去啊！好，好，好，我答应你，我袂激动，我绝对袂失去控制，哈！我只要要问中林，我看有啥物想法。阿月，你去打电话叫经理来开门。